吴志成等一行到达世盟中国分会的时候，受到了世盟荣誉主席谷振刚的热烈欢迎。谷振刚告诉吴志成说，国际姑息气氛助长了共产党的嚣张，为了避免共产党的渗透颠覆，亚洲人民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，打击共产党，阻遏国际姑息主义的逆流，这样亚洲才会有真正的自由、和平与安乐。谷振刚接着说，中韩两国是兄弟之邦，两国携手加强合作，一定可以形成一股亚洲反共力量的主流。